那个萨库拉，我们会切到那萨库拉那边。大爸就是带我上来，然后教导我，然后在每一个点或者在哪里，他就会讲一些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每当到就是点或休息的时候，我就会，就是跟主，好像感觉跟主灵在对谈讲话这样。阿东，每次都是你带我们上来，现在我们要上来看你。 要走很远的路才看得到你。你到那边吗？家屋的那种起步的话，两栋在一起的想法。因为我觉得你第一栋盖好之后，你旁边暂时有一块空地，对，你这边办祭典、办仪式，你都有操作的空间。 三四，我是希望不是只有把我们的金月旧部落然后带动起来，而是我们整个南澳乡都重视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个部分。所以其实我在原住民事务发展委员会其实提了很多年，对，然后但是今天终于。 变成就是今天终于是铃木局促成的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最后面的那个愿景，盖家屋不是目的，它其实是一个过程跟手段。那只是说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还需要很多伙伴的参与。其实来这边也是一种学习，然后学到很多东西。台湾本来在不管哪一个族群的青少年教育里面，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回家的过程。